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咧最现堂啊，今日好开心咧，请嚟嘅嘉宾，你见到咦侧边有旧嘢喺度，咁系咩嚟嘅咧？呢、這个有个。喂，門教位，因為呢位朋友阿 John 咧就係做鎖嘅，但咧就唔係普通一啲我哋好細嗰啲鎖仔啦，佢嗰啲咧鎖咧係酒店啦，甚至乎呢啲高級住宅等等啦，喺一個地盤啊，甚至乎佢哋 planning 嘅時間裏邊咧都已經咧計劃埋噶啦。咁當然咧詳細嘅情況梗係要問下嘉賓阿 John， 同大家打聲招呼。Hey， 你好，我係阿 John， 我公司係 Channel System， 係專。專門係做嗰啲電子嘅門鎖嘅，咁啊，咁我電子門鎖咧就我最初出身咧係做嗰啲普通嘅傳統嘅機械鎖啦，咁啊做下咁啊跟住啊喺一啲無意中嘅過程啦，咁認識一啲廠家啦，咁啊同埋一啲 supplier 啲供應商都有呢個需求，咁慢慢就轉咗做電子鎖啦。咁電子鎖咧最初都係專門做俾酒店嘅。咩叫專門做俾酒店？就係譬如而家你哋去酒店住，譬如住兩日咁啊前台俾張卡嚟拍卡，咁啊開門就係嗰類啦。咁啊好得意嘅。咁啊做咗我做咗酒店鎖咧，差唔多有18年時間啦。咁喺呢個過程咧，咁啊酒店鎖嘅變化啦，由最初磁卡啦，都唔好講鎖匙啦，最初磁卡啦，磁卡跟住咧 IC 卡啦，跟住到而家咧拍卡，點知而家最新咧就係電話啦。即係呢個係最近 update 嘅，因為指紋咧其實一段時間其實大家淡化咗，因為指紋咧發覺好多時都好唔方便，因為我到冬天咧，我同我老婆咧總係翻唔到屋企嘅。因為佢好難 detect， 因為講真，嗱，指紋大家用咗最多嘅就出境入境啦。係啊，咁都 work 嘅喎，點解你翻唔到屋企咧？我個指紋，我通常如果係冬天啊，秋天冬天咧，我起碼要整兩次先過。因為太乾，所以多啲裂紋爆殘。我啦，如果依個鏡頭睇得清楚嘅，我啲好巢皮。一巢皮嘅意思就係唔係我老啊，老緊㗎，就咁啊！但係因為我手叫乾手，我濕水咧隻手就會變曬形嘅，一濕完之後乾，所以我係對指紋咧對我嚟講係好麻煩嘅嘢。咁啊，但係我有技巧嘅，通常我賣得呢樣產品，我梗係要。同啲客講，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咁通常咧，我話嗱，你唔卡計咧，我去通常去過關之前咧，就唔會算定嘅手指啦。啲老人家，我哋捽捽鼻哥，整啲油喺度，等佢潤滑翻，咁啊跟住，咁啊十成十都得嘅。但係有時啱啱可能啱整完啲嘢，可能隻手指就邋遢啦，唔想鬥自己啦，咁啊。執到佢得位置，佢下邊唔係有一個少少嗰啲，嗰嚿嘢我唔敢鬥啊！但係更污糟啦，嚿嘢。嗰嚿嘢老實講，我真係盡量。如果我真係鬥咗之後，我第一時間揾地方洗手。係，真係會好污糟。但係真嘅，因為呢啲部分裏邊咧，坊間裏邊點解啲人會用，係因為見都有得賣咯。係。咁你先至會用噶嘛？咁當然啦，喺嗰個嘅進化過程啦，頭先提過啦，最基本嘅門鎖啊，跟住頭先嗰個卡仔嘅部分啦，同埋去咗最多就 do 卡嘅情況，去到呢家啦，你最後講個電話。即係呢度有電話 show 出嚟，咁因為咧冇辦法啦，我哋嘅手提電話啦已經多功能到去到極致嘅啦，已經係即係呢個我都認識咗阿莊先知道咧，原來我哋手機咧都可以幫手咧開鎖嘅，咁啊嗰個發展原來去到咁樣，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嗱，譬如嗱，我而家有少少一個嘅嘢喺度嘛，咁而家要介紹一下呢嚿嘢先啦。咁啊，一般嚟講咧，而家譬如大家去酒店啊等等嘅事情咧，可能佢都要拍卡或者點樣。咁但係因為佢透過一個咁樣嘅 program，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John？ 其實呢個手機上呢個 program 係做咗啲乜嘢啦？同埋究竟智能電話同佢依家嘅智能鎖個關係會係點樣咧？其實而家智能鎖咧，唔單止同智能鎖上智能家居啦，其實開始踏入嘅就根本應該係講智能家居。首先咧，我由門鎖講起啦。我如果同而家電話同門鎖嘅溝通咧，有兩種啦，一種就係用藍牙啦，一種咧就係通過一個2.4G 嘅屋企嘅 WiFi 嘅環境。咁我呢把鎖咧係用藍牙嘅，藍牙就係譬如好似而家咁啦，呢把鎖喺度啦，我撳一撳個掣，咁咧把鎖就會同呢把。個電話同把鎖溝通，咦？咁聽我嘟一聲，咁就開門啦。咁另外咧，譬如咧，有時譬如我哋有時我同啲好多朋友傾偈，咁啊有時啲老人家咧，就算我自己屋企都有呢個問題，我老爸咧就會老人痴呆啦，會自己走咗出街啦，又唔聽話啦，咁跟住咧翻到嚟又唔識開門啦，咁咧就以前咧就你。
你唯有我去救佢啦，係咪？咁、如果而家新啲嘅世代就係、是，譬如有，如果你有咁嘅系統嘅話咧，就即刻揾管理處啦。如果你知道嗰佢失聯啦，咁揾管理處，可能管理處直接揾我哋。喂，你屋企人翻唔到去喎、啊，咁、咧就但係你冇留俾鎖匙，佢翻唔到去，梗係鎖匙就唔知去邊啦。咁我只需要咧，我喺呢個電話度咧，我即刻即刻做一個即係通過一個管理人身份，就即刻做一個曲。就做一個密碼啦，咁就即刻可以通知個管理員啦。譬如你撳12345，你就可以開到道門噶啦。即係呢個係你解決到嘅方法。咁另外呢個就係因為呢個用藍牙溝通。咁另外一種電話咧，就直情因為我用 WiFi 嘅話咧，我就直接喺我個電話，譬如知道啊，佢已經喺門口啦。咁啊，管理員喺側邊啦。咁我只需要直接個電話做個授權，開門咁，道門就開咗啦。咁至少解決咗好多人唔使話，哎呀！我爸住喺鑽石山，我而家喺灣仔翻工，砰砰聲走翻嚟，即係又解決咗一啲嘅煩惱啦。唔係一啲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其實唔單止呢樣添啊，係我試過好多次咧，唔記得帶鎖匙。係我啱想講，好多人都自己都唔記得帶鎖匙翻到屋企。我啲朋友係話，哎呀，唔好，因為我試過一次係就係我啲朋友咧要俾啲嘢我，你翻。到去要揾一啲資料俾我，唔好意思啊，我唔記得帶鎖匙，我今日要住酒店，聽日先俾你。咁啊慘啲，即係所以咧可以咁樣搞掂個門鎖，即係我曾經有個笑話，啲人話啦，如果俾你揀。手機同埋銀包，只唔見一樣，你覺得你即係一定要保留一樣係邊樣咧？大部分嘅寧願唔見銀包噶，即係點都要 keep 手機噶。咁keep 個手機點都享受嘅話，起碼你有曲都可以翻到屋企啦。咁呢、就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受惠嘅，我相信。嗱頭先啊，我頭先好簡單咁拉過啦，智能家居啦。咁其實而家咧，咁一個電話啦，咁我因為我專門做鎖，咁啊當然係 concentrate 咗90% 做鎖。咁但我公司入邊亦都。有啲同事，因為我做，譬如我做酒店鎖咧，我有同事做個電腦軟件啦，有同事做網絡啦，咁變咗喺呢個範疇咧，我公司有啲同事有做，咁跟住啲電話呢個系統，開始越嚟越廣闊啦，啲 Apps 越嚟犀利，咁我可以控制眼燈開啦，控制開冷氣啦，因為我成日都唔記得熄冷氣嘅，發覺，咁後屘咧我專登教咗個，其實你係咪因為自己所以去爆呢啲嘢？唔知係咪咧？總之公司冷氣咧一個月咧平均冇差嘅，三個月一次咧係唔記得熄冷氣嘅，咁啊翻到嚟好涼啦，咁啊有時我自己同啲同事講，唉，我以後要晚晚望一望公司嗰個冷氣有冇熄先？咁啊冇熄嘅，咁啊通過 Apps 熄翻個冷氣佢啦。其實都係環保啦。咁講啫，慳電啦，咩都好。的確係真係好方便，譬如特別係有人，譬如有啲人係經常出差嘅。你出差如果屋企咧，如果係譬如住啲特別住嗰啲單棟樓、單棟村屋啊嗰啲地方咧，如果有啲人係揾食噶嘛，佢專門係睇下啲地方門口如果有信箱，啲信箱冇收信啦，第一啦，第二就係見到有冇開燈啦。當你如果你屋企啊夜晚係會間唔中著燈嘅，咁佢就唔會搞你噶啦。即係通常賊咧就係要為方便，冇危險。當你有著燈有成，突然間著下燈熄下燈咧，咁佢就唔會搞你噶啦。因為咧，好聽你咁樣講，另外亦都諗起有一班人咧，可能會受惠嘅，就有啲有少少，哎呀，唔記得熄燈喎，係 check 嚟 check 去嗰啲啦，即係好大壓力啊嘛。當然呢個係即係另外一啲嘅即係朋友啦。但最重要就聽你咁講，你嘅生意模式裏邊咧，由鎖引申咗好多 department。係相關，因為智能化嘅原因就變咗多咗好多嘅人可以就業啦，喺你嗰部分。二嚟就因為智能化家居，好多時就會令到件事咧已經同以前可能即係你係講咗好耐之前，你都係做緊呢一個嘅鎖噶嘛，你只係集中一。舊嘢去研究嘅啫，咁依家已經闊咗好多喎，可唔可以咁講啦？係啊，我發越嚟越闊添啊！最近啊，頭先講話智能家居啊，跟住一跳啦，咁啊，而家啲人好中意乾淨噶嘛，呢個係我最將會做嘅嘢，係未見面，但係市面都有相對，譬如而家你去洗手間，咁你去洗手啦，咁啊啲水就自然出嚟啦，係咪？咁你簡易嘅，咁而家咧總咁，但係你有冇發覺全部啲廁所你都要仲係要竇嗰粒嘢？嗱，你去完廁所之後，你係咪全部都要擰佢啊？係咪你唔想竇咧？係啊，係我都唔想竇啊！我將會出呢樣嘢啦。咁你去到廁所咧，咁你只需要掃一掃，好似水咁，咁佢自動鎖。
咁咧就跟住你搞掂之後咧，咁你亦都唔使鬥佢喎，最緊要搞掂個，你數一數。咁通常因為做浴室結具嗰班行家啦，我夾過噶啦。佢話 John 啊，我哋基本上所有嘅門咧，冇理由廁所都裝個自動。佢話其實所有嘅佢叫廁所門咧，有一個叫做重力教。只要你把鎖一開咗咧，佢自動打開嘅。如果你唔想鬥佢嘅話咧，你唔使鬥佢嘅道門，自動會開噶啦。或者你好心急，你咪睇下用啲咩地方嗌開佢啦。okay、啊，都幾好，即係呢個係而家我哋將會做嘅嘢，亦都係。是因為我做鎖啦，喺我嚟講係只需要加多個設計啫。係。咁同埋我問嗰啲管理公司，佢話咗嗱，唔好淨係加個，記住你個對象唔係淨係一啲正常嘅人，佢仲有啲 disable 嘅。係。disable 嘅意思就係因為佢推輪椅落去咧，佢可能揩唔到個位置。係。咁佢話你要做多個 sensor 出嚟。係，即係側邊嘅。係啦，呢個係我同啲行家討論。係，咁再貼心啲添。係啦。因為你真係令我諗起咧，我喺某一啲嘅，因為呢啲咁嘅情況，你唔想點一定係公家的地方咯，咁你先會有噶嘛。我去一個醫療診所咧，佢 OK 嘅張卡咧係 do 嘅，好勁嘅入去嗰張係 do 啦，入去嗰個步驟係 do 嘅，但係出嚟個步驟咧，我都係要開啦、啊。其實最嬲尾嗰 part 你都係唔想鬥佢噶嘛。即係我話點解你唔可以一度 do 到尾咧？因為而家呢個產品咧係得歐洲先有，係咁咧就佢專利咗嘅，咁啊。咁我咧就以前我做個產品咧，亦都係試過俾人我做咗產品出嚟啦，運出口咧，人哋專利咗唔俾我運嘅，好慘嘅。即係因為有呢個係係一個設計嘅產品啦。咁永遠都係，所以而家我都係我做完之後咧，就會揾一啲專門做品牌商品嘅公司咧，去幫我去註冊。即係呢個係下一步要做嘅嘢。因為好擔心嘅，其實我因為我前其實美國佬咧做嗱美國，因為唔係講人哋壞話，即係佢有一個做生意嘅模式，就譬如我因為嗰把鎖都係我自己設計嘅，譬如以前做一個 locker 鎖，今次冇機會帶嚟啦 ，locker 鎖啦，咁佢控制就係拍卡咁啊伸出嚟開，跟住縮翻埋就係鎖啦，咁樣即係一個動作啦。佢寫專利好叻嘅喎，佢我個專利就係一個 media 一個櫃鎖，如果我用一個 media 拍卡。或者係撳密碼，佢條鎖嚟咧自動伸出或者自動伸入咧，依個就係我嘅專利。哇！嗱，佢其實佢告唔到我嘅，因為我呢個我自己設計，但係問題就係佢寫咗落去啦嘛。咁你阿飄咯，你要去反對佢咯，反對咪嘥錢咯。但係我 contractor 話 John， 我一年同你攞2000把鎖啫喎，你要我打官司點打啊？咁啊～不冇可能咁就咁啊！梗係唔可以推我，就算我俾錢佢打佢都唔打。梗係啦。咁如果我自己打，我點去打啊？打到美國。咁啊，即係嗱，佢美國都做生意好鬼奸嘅。即係呢個係一個生意方法。係生意方式，佢即係吸得比較寬闊啲啦。對我嚟講咧，就係梗係唔順氣，但係冇計。呢個係我哋做生意有時即係咁多年經驗咧，咁要記得話啊，要保護自己啦。我覺得一定要嘅事，你係產品啊嘛。即係呢個我香港有好多關於即係呢啲咁嘅專利啊，或者可能一啲嘅註冊啦，要好小心啊。同埋即係美國雖然即係佢哋保護得好好啦，但係內地又點樣咧？內地又內地大家，我嗱我張卡片啱啱轉咗商標咋？係你留意下我後邊咧，其實我之前係另外商標，但係我揾咗個朋友咧，幫我設計啦，幫我去揾我呢個 logo， 可唔可以喺大陸註冊啦？我香港註冊到嘅，但佢話阿 John， 你大陸有百幾間公司同你呢個 logo 差唔多喎，咁我先後屘就迫於無奈轉咗呢個咁老土嘅商標。即係呢個啊 ，OK， 咁因為點解我會問內地啦？因為大家都好明白啦，內地嘅知識產權嗰個意識比較薄弱啲，甚至乎啲國際嘅大品牌啦，去到內地咧，明明係自己個名咧，都係因為唔夠人快註冊咧，而係。未必入到去啊，或者打官司等等。咁所以所有一啲咁樣嘅，即係高智能嘅一啲嘅產品又好啦，或者就算普通嘅產品都好啦，佢哋要抄係好似好正常嘅即係常態。咁你嘅生意就講緊你又去到美國啦，但係內地會唔會都會有咧？內地我哋都有，其實好似我哋有啲樓盤啦，咁其實都係香港發展商嘅項目。咁我哋呼香港嘅發展商，咁定咗我哋嘅產品，咁我哋賣上去咯。但如果你叫我直接去大陸砌咧，老實講我就真係唔敢砌啦。即係根本即係當然啦，我梗係想賣多啲啦，因為你賣1000萬把同埋10000把個成本係相差好遠噶嘛。你全部賣100蚊，你賣1000萬把，你嘅成本可能慳咗20% 噶咯。即係個個都想做，但係問題就係、是。
如果是不够经验、啊、或者不够实力、啊、就会得不偿失咯、在我个人观感。因为很实在的，这些都是如果你们的生意是真的有些实质产品的时候里面，如果是进军内地的话是要很小心、啊、要想的情况。但当然外国有外国的问题，刚才你讲过，是但是相对地要面对的可能都是一些的情况，就不是抄袭，我想内地抄袭的机会都可能、啊、这个没计啦，抄袭这个 是就算日本人都是抄袭翻嚟噶嘛？佢當初佢自己都係，即係中國喺呢個時間，因為我同中國做咗生意做咗30多年啦。咁啊，佢哋咧喺完全佢真係唔識嘅。佢由30年前對超越世界嘅人，連講句嘢，你講一樣嘢，佢任何都唔識嘅。到今日啦，接觸咁多，但係佢哋個思維咧，可能同佢哋接觸嘅嘢啦，同埋人嘅生活習慣啦，佢哋仲係好需要我哋有啲煙，當然係俾啲煙配佢。但係而家當然越嚟越多國內嘅人出外啦，但係始終喺佢哋個教育個氛圍咧，佢唔同過香港人。我哋香港人咧好彩啦，喺呢個唔同嘅環境嘅。對咁 open 嘅國家去接觸咁多嘅嘢，係我哋俾佢優勢嘅。佢哋好多時嘅佢諗嘅嘢係好窄嘅，佢諗一點，但係我哋可能諗闊少少，即係可能考慮多啲。譬如我諗把鎖出嚟，諗下 disable 嘅人，佢哋唔會諗嘅。喺國內 disable 係咩啫？佢 disable 就冇行出嚟啦，即係同我哋個觀感唔同啊嘛。OK， 係，即係呢個關於個民族嘅一啲。嘅諗法啦、價值觀等等嘅事情嘅嘢，真係幾唔同嘅。係啊，即係有時你諗係諗唔到佢哋點解咁諗嘅，即係我哋會諗啲嘢係啊點解咁諗？即係有時要做同佢做生意咧，要想辦法融入佢嗰個心態。即係譬如中國，我係中國人，咁啊內地嘅人係令到我哋好不滿，但我哋跑咁多中國咧，我哋會明白點解嗰個人會喺側邊放個細路仔。大便咧咁樣，即係我哋明嘅，我哋明嗰個人點解咁做，因為佢根本就喺農村大。係，我哋有上山區都好明白。哇、啊！你有上山區知啦。有，即係好，即係瞭解嘅，只不過係你嗰下啲氣，你都會咁樣，因為啱有新聞。有些家長佢唔係喺側邊就咁算，佢係攞咗食飯嗰啲碗啊！我跳咗好遠，即係所以嗰啲另計嗰啲情況，點解我會問內地咧？因為好坦白講，地方大嘛，咁咪即係相對地嗱，譬如佢哋嘅建設又開始多，咁變咗咧喺呢啲嘅部分，頭先我講過，你嘅生意好多時直情成個樓盤開始已經去 plan 啦，咁 suppose 係好大嘅一個機會噶嘛。其實而家咧，我哋睇咧，仲我哋做我哋五金啦，叫做五金入邊咧有一個團體，而家我哋其實傾緊好多一帶一路嘅嘢。其實我哋大陸啦，因為大陸其實老實講，我要大陸做生意咧，我好難，因為我哋啲嘢全部都大陸嚟嘅，你仲同人爭乜鬼啊？咁不如跟住大陸呢個方向做下大陸周邊嘅國家啦，咁啊仲好，使乜去？我做乜咁辛苦同自己人爭啫？因為你真係唔夠人爭，大佬我收20000蚊個月，人哋收2000蚊個月，即係咪？當然而家唔止啦，即係打個比喻，人哋嘅係你嘅薪金十分之一，你好難去比較嘅。或者唔好十分，而家二分一啦，咁但都係一個比較。咁不如我跟住大家一齊去跑嗰條路，我相信係更加好。嗱、咁係，即係相對地，佢哋嗰班人咧，亦都唔會話諗到咁快去抄襲咯，佢都用會比較多，同埋學習比較多，同埋因為喺個過程當中，因為你智能啊嘛，相對地，咁嗰啲地方就更加高興啦，係咪先？即係新嘅嘢。咁只不過就係話咧，譬如香港同內地嘅分別咧，因為頭先你講話，你啲手機已經可以做到一啲嘢。呢、這個有少少就係話咧，香港好似有少少落後，人哋嘟咁樣就已經可以做任何嘅嘢噶啦嘛，咁就好慣手機咯。嗱，知唔知點解咧？嗱，第一，嗱，我覺得有時佢大陸咧，譬如好似微信啊、俾錢啊，其實我覺得咧係方便。呢個會唔會係香港金融機構個監管比較嚴謹咗？好保障我哋嘅其實，即係有時我哋大家平衡諗下，有時火太鬆係咪會自己有啲乜嘢唔好咧？咁即係呢個當然呢個係有啲人去考慮啦。因為你倒翻轉，譬如依家咧，香港人嘅習慣咧，真係仲會幾帶錢啊，或者都會帶一啲實物嘅。但內地係已經係慣到手機，所以頭先你講緊你呢個智能鎖啊、智能家居嘢啦，根本一個電話搞掂啊嘛。咁呢個嘅接受程度會好高，甚至會好習慣，因為大家睇到即係網絡上面有啲好得意嘅。
視頻，譬如話有一啲即係行黑嘅朋友啦，你冇 cash 唔緊要，俾個牌你嘟噶嘛。呢個好誇張，好犀利。咁你諗下，譬如你香港嘅長者，你忽然間同佢講手機咧，我話俾你聽，應該都唔好 work 啦。就算佢冇病都好，或者一般人嚟講，忽然間用手機，即係除非你係好習慣即係接觸科技，但係內地原來佢哋普及到咁緊要咧，即係其實佢接受一個咁樣嘅智能鎖，其實相對比即係香港，我估啦可能會快少少。哦，這個就好得意嘅喎，佢上面接受新嘢咧，又真係快過香港人好多嘅喎。香港人幾會慢咧？其實香港人唔係慢，而係香港人好保守。即係所謂嘅保守咧，就同內地唔同。我哋嘅保守就係呢，佢用咗呢樣新嘢，會唔會引起我生活上其他嘅唔方便？但係內地咧就唔會嘅。內地最緊要，我呢件嘢放出嚟之後，哇，好好玩啊！即係大家諗法唔同。咁你同埋留意下喺香港咧，發展商咧，嗱，如果佢同我阿 John 買咗呢把鎖，啲嘢嗱，記住。嘢一定會壞，譬如咩時候會壞呢？譬如我春天就裝嘅呢把鎖嘅，咁咧一到秋天冬天啦，我哋叫收水啊，即係啲門咧收水啦。收水嘅時候咧，咁佢可能閂得唔穩啦。如果以前用鎖匙鎖嘅，閂得唔穩咧，咁啊鎖咗啦，係咪先？咁弊啦，呢把鎖咧鎖唔到，佢會嘈，又會嘈喎，又哔哔叭叭。即係佢凡親啲門閂唔好咧，咁佢會有個信號啦，閂唔好又嘈啦。咁同埋咧，你始終電鎖咧，你閂唔好嘅時候，你唔知點解決嘅。因為佢有啲自有啲嗱呢一隻就冇個自動調理伸出嚟，有啲自動調理伸出嚟咧，你道門一走咗位咧，佢咪你如果唔係用人手擰嘅話，唔著走，咁咪閂唔到咯。咁你要好叻嘅，好似我哋成日鬥把鎖嘅啊咁啊，閂唔到都啊架架都閂到啦。即係但係。普通人又唔識噶嘛，我哋成日鬥把鎖就識噶，即係所以呢方面管理其實管理公司就唔想煩，全部用鎖匙算啦。同埋即係我已經頭先你講開呢個問題咧，即係令我諗起另一個可能性，咁停電點啊？咁一樣其實咁嘅，我哋啲鎖咧全部基本上啊，全部都係我哋叫低電壓設計。咁啊，如果講啲技術啲講，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係我哋用緊係幾多個微，即係譬如我靜態嘅時候係只係用緊幾多微安嘅電，幾多微安嘅電可能講緊係 standby 嘅，可能兩年都冇把鎖都仲有電嘅。即係我哋後邊呢度咧，其實我用四粒嘅筆芯電啦，即係佢向出見咧有四粒筆芯電，其實都幸好嘅，都仲係用一啲嘅電啦，呢啲嘅可以換嘅電啦。咁啊，因為真嘅，可能香港人會諗多少少嘢，即係譬如我因為冇電啦，因為我手機冇電啦。你講開冇電，就即刻嚟呢度啦。係啊，佢仲有個 USB 個位咧，即係喺呢個位置。即係話其實可以係插電嘅，咁就可以插電啦。大家咧，我呢個位唔好就啦，你有少老花啦。你個尿袋除咗插你嘅手機電腦之外，等陣先，你個門鎖都要吊住個尿袋喺度插電。唔係呢個係冇電先係咁做嘅啫。我明，即係因為其實真係智能家居咧，我相信其實呢一個係將來好自然同埋好大嘅趨勢嚟嘅。咁只不過係就係依家就係啱啱開始嗰陣就會出現咗呢啲尷尬嘅場面。個個試過啦，其實老實講，我相信每個人屋企。有好多嘅設備咧，都係冇電嘅，特別係遙控啦。我屋企有六七個遙控都係壞咗噶啦，因為有時少用啦，咁你放下啲電池會漏液啦。咁啊，咁所以即係呢啲情況咧，咁至少我咧就可以插電。真係佢如果真係門當然佢漏液壞咗，梗係慘啦。咁至少我呢嚿嘢可以救命開咗次先。係，即係呢類型嘅嘢，當然實際用途上邊會遇到咁嘅情況啦，但係都可以解決嘅。咁啊，但係我譬如頭先講開咧，就是、一帶一路嘅問題咧，即係生意部分嘅時間裏邊，我想問啊，譬如喺香港，譬如做鎖呢一個嘅市場，尤其是你係專 focus 呢一類添啦，智能鎖啦，其實咧會唔會係都係個市場一定好大啦，好多人都有門噶嘛。咁但係有幾多 percent 人開始會用智能嘅鎖咧？即係係咪即係酒店同埋大盤先有嘅，定係可能普通嘅都比較少啲咧？個 focus 好低嘅。如果好似我先講，譬如同外國比較啦， yeah. 韓國差唔多 100% 嘅。咁啊，即係唔會再有啲鎖匙嗰啲啦，已經。係啊，咁日本就一半半啦，日本反而又唔係咁多。咁跟住咧係好如果我哋講亞洲啦，因為美國反而唔多嘅。咁如果係好似香港咁，我相信唔夠三成。
即係除咗咧酒店梗係 100% 啦，係咪先？咁另外有啲辦公室嘅，如果辦公室嚟講基本上 100% 啦。嗱，所以辦公室我哋有張卡啦，門禁啦，譬如八達通又好，咩都好，咁你公司考勤啦，員工嗰個記錄啦，咁而家基本上係用，我相信有九成。大部咩咁個大部分高級甲級寫字樓有啲，我都仲有啲公司，譬如廠區嗰啲咧，仲係要鎖匙嘅，嗰啲就另計啦。係啦係啦嚇，我公司喺廠嘅，我都轉咗把鎖，但係你做呢啲嘅你唔係，但係有一把大鐵，我哋有個大鐵門咧，我都係仍然都係有個鎖匙算啦，因為我要搞嗰把鎖咧好頭痛，我同師傅針過，我又要穿線啦，又要拉喉啦，跟住又搞啦，即係比較多啲嘢做，但都做到嘅，即係要做嘅話係我肯唔肯決心去做嘅啫。不過見到門咁靚，我唔搞佢。即係我哋嗰啲四十幾年嗰啲貼門都好靚，係保留傳統，保留傳統。因為點解會咁問呢？因為事實上咧，講緊香港如果嗰個嘅比率咁細，即係你仲係好大嘅市場啦。係因為都仲要慢慢去轉變。咁但係譬如喺嗰個嘅政府嘅 support 啊，或者可能係嗰個生意空間，或者你呢類型嘅公司又多唔多呢？好似我哋公司而家嘅生意就主要係酒店啦，咁變咗係一個好穩定嘅生意額。咁當然啦，如果喺我而家搞呢個新嘅項目，我其實不停咁樣去諗啊，到底有冇辦法可以自己將個軟件啊，譬如喺政府嗰個某個層面可以幫到，因為我識 network， 我識用軟件，我淨係 application。我哋有同事會幫我寫啲軟件，但係其實因為我公司同事咧俾我捉得好慘啊！我特別係電話嗰度，我話喂快手啲啊，大佬用電話開鎖啦。咁啊，因為呢個係我買第三方嘅嘢，我自己嘅酒店鎖係其實係已經外國公司咧全部都用有好多用手機噶啦。但係我捉我啲同事去搞啦，咁佢我啲同事個個。即係差我少少啦，四廿零歲，大佬我都唔識寫 apps。我話咁你叫人寫咪得咯。佢話，但係我哋啲鎖嘅 security 比較高啲，我哋唔可以立亂將我哋公司嗰、那個，因為一個保嗰、那個那個程序個 security 係一個核心嘅。梗係啦。咁佢話喂，我話你揾人，即係我梗係話你揾人幫手寫咪得咯。佢話唔得啊，我啲嘢唔俾得人嘅，俾咗人就隨時嗰班僆仔你唔知幾時走嘅，大佬做一個月佢走咗，做一個月走咗，咁你點算咧？你個鎖嗰個核心咧，俾人攞咗咧，好危險。其實有間公司衰過㗎啦。一間好大，全美國做酒店所最大個、最多嗰間就衰嗰間。當然啦，嗰個係同佢員工玩嘢有關啦。所以我點解我啲同事咁擔心呢樣嘢？喂，你好負責啊！所以變咗係咁啊，咁啊又慘啦，又慢啦。即係有時好揀咯。即係等於一個門鎖，你要佢方便。你要安全是永遠對立的，是真的。你諗住嗱，譬如我係咪？譬如你話，譬如一個門鎖，我要拍咗卡。譬如你撳完個電話啦，再撳個密碼先開門，係咪最安全咧？係 double 嘛。咁啊，就好煩咯。咁呢個大嗱呢個叫安全，但如果方便嘅話，好似咁樣，我撳個掣就開門啦，幾好啊！即係唔好鎖都仲方便啊，係咪先？個社群唔得啊嘛，以前即係阿媽年代話啲人鎖門，因為個關係好同埋安全啊嘛。但係依家隔離嗰個你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噶嘛，所以即係有我諗相關嘅進步或者相關嘅協調係需要嘅。咁但係講真，你譬如已經用咗智能嘅形式，已經即係起碼都叫方便啲啦，唔計一啲唔熟悉新科技嘅朋友啦，因為又好玩。反正都是打開機順便啫，咁樣成件事就吸引性會大啲，同埋我諗相信年輕嘅新一代會buy多啲，係咪？哦，呢個唔使講，即係年輕人咧，第一佢對個產品嘅接受性啦，同埋一個年輕人咧，永遠對樣樣嘢都有好奇心嘅。係咪有電子奶大噶嘛？已經睇開咯，有少少過分咗一忽啦，三歲就嚟啦。係咯，即係咁樣，即係變咗佢個手機係正常咯，即係覺得哦順便多個 app 啫嘛，咁啊就正常去控制啦。咁變咗係點解會講呢個問題咧？就係話你哋呢一個嘅生意模式咧，其實或者呢一個類型咧係好有前景，就因為新嗰批人你唔使教啦嘛。係。即係你係要搞一啲年紀大嘅有 stubborn， 我係要用鎖匙嗰啲就冇得講啦。其實咪用卡咯。將來係啦，即係卡啦。咁但係將來嗰班嘅觀即係嗰啲嘅即係顧客群咧，其實佢哋已經係。有充足的能力和呢個智慧去用呢些科技嘅部分，所以其實我花了很多資源咧，咁啊係走緊呢個方向嘅，即係
酒店所有一個穩定的客源啦，即係好固定嗰班客，又需要自然揾我報價啦，值唔值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呢個新嘅群組咧，係我哋可以通過好多嘅媒體啦，唔同嘅媒體去做一啲嘅方法去做推廣。因為咁巧啊，我上個禮拜10月1日啦，咁啊去日本旅行咧，居然住間酒店都係用呢一類咁嘅鎖，俾個 number 俾我，好我跟住我同佢減低個印象紙仔佢。我又俾张卡我啦，唔系，阿黄生嗱，你攞咗佢又唔知几咁悭啊，佢条纸条好细，咁啊环保啊嘛，咁话呢个 number 我几乎要咁样，咁啊，即叫印大啲先。我俾个 WhatsApp 你咁啦，好吓佢，唔知佢唔 WhatsApp 我，个 WhatsApp 咪算咯。咁佢咁啊，我估唔到上到，居然同我把数一样。咁好开心嘅感觉就哇！我似啲嘢嚟到日本，同埋佢哋又会用落去佢哋嗰个咁样嘅商业地方。系啊，即系呢个系比较即系愕然啲嘅。佢话俾你听，其实我公司咁样。系啊。攞咗個卡片咧，係啦，即係下次就唔使再經咁轉折嘅，就可以用到呢件事。即係當然都係你想嘅嘢啦，即係好多地方普及，咁呢一件係一個好事。咁因為一來你嘅生意個量會大啲啦，二嚟其實亦都慢慢地咧係配合翻智能家居嘅情況。係啊，即係變人人有一把咁幾好。譬如即係有一把，仲有管理方便啦。譬如當打個比喻，呢把鎖咧係裝喺你嘅寫字樓嘅，咁咧你可能有個同事咧每一日都可能或者某個同事需要入去攞啲文件啊，或者打攞啲嘢啦咁。咁呢把鎖有好處啫，每次有人開門之後咧，即係如果你有個授權啦，正式授權開咗門入去咧，咁佢會有信息俾你聽，或者就算你冇睇到啊，你事後你都知道嗰日咩時間幾時有人去開過你道門。咁你即係冇事冇干啦。咁其實啱啱講開呢度係寫字樓嘅運用啦。咁另外佢可以俾你可以通過個 Apps 可以管理好多道門啦。即係一個比較方便同埋容易去，其實個軟件都好 user friendly 嘅，而家做到。咁啱啱頭先我想講咩呢，就係、是、譬如酒店鎖啦。咁頭先講到個開門記錄。咁我試過呢，譬如我有啲客啦，就酒店名唔好講啦，真唔知問咁。咁佢用咗我把鎖。咁咧就即係早好多年前，十幾年前，即係嗰年唔係咁流行嘅，即係唔係喺有啲熱情式佢冇嘅。咁佢話：咦，有個客話唔記得嘢，你唔記得嘢，咁點算咧？咁佢咬定就話係你酒店啲人偷我嘅嘢。咁啊，跟住咧，咁我話簡單啲啦。咁警察上我嚟，咁你有冇開門記錄啊？我話有。咁啊，但係佢哋從來都，我哋教咗佢啲酒店咧，教完佢之後，佢乜都唔記得曬㗎啦。咁我即刻叫同事嚟啦。既然你有警察到咗，又搞到咁大件事，咁我有其實有個系統咧，就可以喺個門鎖嗰度讀翻嘅資料，幾點鐘咩時間係曾經有人用過咩嘢形式，譬如用卡員工卡開過啦，個客人用開過啦，用鎖匙開過啦，或者如果譬如逼煙嘅，我哋都有記，所謂逼煙即係冇正式開門嘅，咁我哋都要全部記錄嘅。咁可以咁通過呢個時間，咁可以個 event 啦，停睇到估一下到底嗰陣時發生咗咩事咯。咁至少可以估到相關嘅人到底係咪真係發生咗偷嘢啊？因為其實發覺咧，十次有九次都係啲客唔知啲嘢放咗喺邊啫。係，即係城市人大懵咗嘅，相對地有陣時會，但係因為你呢一個咁樣嘅記錄咧，即係冇諗過連個門鎖都有啊嘛，個記錄裏邊咧就可以好客觀咁樣知道發生咩事，係啦，即係好似車 cam 咁啫嘛，即係哇你無告我，但我影咗你喎，咁其實即係互相保障翻大家嘅情況。即係喺而家呢啲電子產品嘅世界咧，係呢啲產品係相輔相成，都係有好有唔好啦。咁嗱，我既然講到電智能家居啦，自然有 webcam 啦，咁啊既然拉開上面。提一提啲用户啦，個鏡頭唔好放喺房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嘅我哋叫用 IP 啊，用呢個 IP 技術咧，其實我哋有我公司僆仔係好容易逼依人哋嗰啲，當然我未必知道你 exactly 喺咩位置，但係好容易入到去嘅。係啊，咁啊，即係記住放喺門啊大廳算，就唔好對住間房，唔好咁望居。有啲人唔知嘅。
有些人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和讲真的，有些事情你要自己保护自己。都倒返转咁讲，好多的即智能的时间里面，但人是需要你的智慧或者你的知识一定需要一起增长。因为很简单，即刚才你讲了，不要说摆放。我们譬如有些我们有些共识，即听太多这样的东西随时看到你。我连我电脑上面的眼睛我都遮的。哦，即因为你不知道几时咪 program 佢又会睇到你。啊，你讲开真系，真系系咪先？我有一次开会咧，突然间个电话咧，而家个电话我譬如我听歌啊，你有冇留意听歌？咁啊不停咁自动去噶。咦，听到咩？有一次我开会咪我把声喺度嘅。佢唔知几时我个电话唔知咩时间突然之间录个音，系我唔知嘅。其实我真系，而且我唔系 in purpose 去录人哋嘅。系会嘅，因为有时。講真的，因為始終你太多 program 啊，同埋太新啊，即係啱啱譬如今日咧，我哋傾嘅之前，我先同阿 tradition 啊，阿朋友仔喺度講緊，我哋一轉咗，即係嗰啲程式啊 upgrade 咗之後，有好多嘢撞，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嘅能力咧未可以完全控制曬嘅事裏邊，最基本啦，好簡單，無端端我唔明點解 Siri 自己會出聲㗎，我又冇做過任何嘢，佢自己又會同我傾偈咁樣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低層次嘅影響，但係去到學你話齋，你會錄咗位。人哋好唔鬼要錄咗，但好多時候做商業嘅開會講啲 confidential 嘢，你係唔知幾時會有人拎走咗噶嘛？咁我諗係好多人咧係好，即係點樣講咧？雖然話你話內地啲人好容易接受啲新嘅一啲嘅科技等等事情，佢覺得好玩，但係香港雖然話謹慎，但係佢對保障自己係冇乜意識噶。好容易就會唔計一 password 好咯，或者申請啲嘢嗰啲咧，擺咗好多，或者其中一個公眾 WiFi。嗯，即係無端端免費喎，你就開，你好容易俾人 hack。咁呢啲部分咧，其實有啲人係未咁熟悉嘅。咁變咗咧，即係譬如好彩你個鎖呢啲基本，同埋我見到你個 program 頭先咧，大家喺手機嗰位見到個鎖仔，其實唔係普通嘅嘢嚟嘅，係佢哋自己一啲好重要嘅 software， 即係要 show 俾大家睇先會睇到。咁呢啲嘅 security 係保障你，唔係個個都開到你屋企度門噶嘛？如果唔係點算？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我諗其實都要需要一啲嘅概念咧。當你用一啲智能嘢嘅時候裏邊咧。你哋要留意一下，你要保護你自己咯，用唔緊要，但係同樣地，你識 protect 自己。咁所以就係香港人點解慢啲啲咧，就係要思前想後，安全性比較高啲。因為香港人咧比較係即係可能見得太多嘢，因為香港好一個地方好特別嘅。嗱，譬如我哋喺外國住過啦，咁嗰邊啲人我覺得好單純。相對，因為佢叫單純咧，因為佢所有嘅人都係喺嗰個環境生活，好一個好一個好，其實成個譬如好美國咁樣，其實周圍都好似農村咁樣嘅，因為佢每個地方嘅生活節奏好慢啦。但係香港唔同啊，香港嘅人咧，有泰國人啦、菲律賓人啦、大陸人唔好講啦，咁即係全世界咩人都有。咁每個人嗰種生活習慣啦，型嘅生活。模式唔同啦，好似今朝我搭巴士過嚟嗰時嘅，過嚟咁唔係去第二度地方啦。咁有個外國，我一個外國人，佢坐巴士，但係咧佢冇意識到要喺後邊有人落車嘅。即係佢企咗喺度，好大份，成座山咁企咗喺度。即係佢又唔係專登擋住人嘅。咁佢咁啊，下邊個老人家又好細聲喎，即係佢聽唔到，又鬼佬啊嘛，即係唔知講乜。即係唔係咁啊？佢就係睇佢唔到，一個咁高又咁矮。咁啊，咁有時啲生活嘅文化會有好多嘅差異啊。咁會引對比咗啲人會喺個應用喺。生活的產品會有很多分別。當然啦，倒翻轉咁講，即係人嘅種類多，或者識得保護自己多嘅，可能你做鎖呢啲就有著數啦，因為鎖係保護，即係有要求嘅嘢嚟噶嘛，咁相對就會好啲。咁我想問咧，譬如你而家你做智能鎖嘅部分咧，其實香港政府啊，或者係會唔會有特別推動，或者會特別幫手你哋業界嘅咧？喺呢方面就少啲，因為其實呢啲基本上係啲工，我哋即係以前我係做嗰啲係叫做商業用嘅嘢，咁啊政府又冇乜特別支持啦，咁我哋叫做我哋公司唔係好大一個企業啦，咁好得意嘅呢行內咧有幾間大公司咧，真係啲龍頭啦，霸咗市場，差唔多有八九成嘅，有時大家行家傾開偈，佢都串我嘅，偉忠，我香港我照咗80%啦，咁即係好串啦，咁冇計啦，咁我冇嘢噶，咁我咪睇啲細酒店咯，譬如而家我最近有啲客嘅，咁啊而家香港咪好多啲，譬如100间房啊，嗰啲細啲嘅酒店咧，咁我咪做咗好多嗰啲咯，即係我大嘅唔夠爭，我爭細啦，因為細嘅麻煩啊嘛，我賣1000把鎖。
同埋一百把手其實做嘅一樣嘅喎，即係你要花咁一樣咁多時間，大家係我講係想做一千把手，但係咁啊，佢不過佢係大雞唔食細米，咁啊留翻啲乸俾我啦。咁唔係都跟住咁講啫嘛，咁呢個先至正正係一個好嘅健康嘅社會，因為你全部都係龍頭，即係完全壟斷就梗係有問題啦。你諗下外國都要反壟斷法啦，咁就係有需要，譬如話一啲中小型嘅又要啦，咁啊大型又要啦，即係咁樣先至百花齊放嘅。如果唔係，譬如依家都成日都講嘅創意創業。是不是鼓勵年輕人去做什麼、你都要有事做才行，所以相對地呢、真的雖然說你現在暫時 10%、20% 繼續努力，我想相信也有不同的需要，甚至乎剛才你說過，雖然說一些小的酒店、或者那類的賓館類的形式，那會不會進展去到直接去到家居，家居的市場就很富了，即你那個爭就很公平了、是不是這樣說呢？其實現在我們家居的市場，我們是真的野心很大的、即是這個是將會，我相信公司未來這五年呢會投放比較多的資源下去、即是這個是必然發展的。當然如果政府，我不知道政府 會做到什麼啦，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純粹一個 sales buy and sell，如果用我們系統需要 WiFi 啦，即如果在我不知道現在在香港的家庭裡面，我相信有九成都有 WiFi 的了，所以 在我這件產品叫水到渠成的，已經只不過我的價錢可不可以做便宜一點、做優惠一點、或者其實香港，我其實老實說產品不貴、人工貴啊，即係最慘嘅，譬如我而家揾個師傅去裝一把鎖，咁咧講緊有時要800至1200至1500，一把鎖喎。咁啲人會覺得我普通把鎖都唔使咁貴啦，要係啊，有時你買把鎖可能即係講，如果譬如唔買電子鎖嘅，你買一把機械鎖可能300蚊買到啦。咁但係你300蚊可能你要花1200蚊去裝把鎖嘅喎，即係呢個係現實嘅嘢嚟嘅。咁啊，當然如果係買，而家我哋買一把鎖呢啲，譬如好似呢一類嘅比較簡單啲嘅智能鎖咧，咁我哋如果喺譬如喺鋪頭買咧，大概係3000蚊到啦。即係睇應該2000到3000，因為呢個係同譬如顏色啊，或者功能性有關啦。咁啊，我哋譬如有啲鎖係帶呢個手機啦，有啲人淨係譬如屋企老人家嘅，咁可以加埋卡啦。咁即係睇個功能性啦。有啲再大啲嘅大門嘅大門鎖就係講緊即係大把啲啦。咁嗰啲可能就當然貴啲啦。嗰啲係講緊可能去到4000蚊、5000蚊啊咁樣。咁啊，如果行家梗係平啲啦，因為要俾翻啲行家去有個水位做啦。當然。咁你譬如話咧，你啱先講開個鎖咧。个价钱啦，咁啊谂起装啦，咁如果譬如装呢一类型嘅锁，有冇即嗱讲真个窿窿都有嗰啲嘅啫，但系会唔会需要转整个部嗰个洞门，甚至又要作大啲个窿，因为我真系睇唔到嘛。我哋有经验啊，譬如我哋有啲客啦，咁佢有啲门咧就好旧嘅。就分兩種，商業同住宅。如果住宅，我梗係碎到佢，你換個道門啦。咁但如果係公司嘅嘢嘅行為咧，有時你要換道門咧，可能唔知等幾年先換到，唔用到噶嘛。咁佢但係要迫切要做呢個系統，因為佢幾時公司上面有呢個需求，同埋你財政嘅運用咧，佢哋唔俾你亂嚟嘅。咁我哋會點做咧？譬如佢真係要裝呢個鎖啦，佢有budget裝呢把鎖啦。咁我會揾師傅去幫佢開窿啦。咁啊開窿就開完窿之後，譬如道門真係好殘舊。咁我哋有方法嘅，我哋譬如我哋可以喺道门入边加多两块不锈钢板啦。哦，我哋做屯门有个 project 就系咁做啦，帮佢佢嗰个已经有成十几廿年噶啦。咁但系啲门咧就其实啲门好靓嘅，但系佢哋个门又好拆。咁我哋点做咧？帮佢拆咗把锁，然后加翻块两块不锈钢板上去，咁啊，起好咗啦，咁就整埋咗佢，咁佢就可以。道門又可以照繼續用住頂住先咯。係，或者你起碼你哋都有諗啲方案，因為頭先講過啦，即係個發展你由完全商業嘅部分裏邊就轉戰希望可以做到呢一個家居嘅市場啦。咁家居市場就暫時冇話壟唔壟斷，因為即係太個體咧，佢哋嘅選擇。咁你起碼幫佢解決到一啲實質嘅問題。講真，無端拆一道門又真係好似有啲人又覺得點解為一把鎖拆一道門啲奇怪。係啊，係啊，真係。但係如果你可以成日加啲咁樣嘅即係鋼板。等等可以解決的問題，亦都會容易令到你們的生意呢容易推廣到你們的鎖、等等的事情的東西的，這個都是挺不錯的一個做法啦。當然你說政府沒有很大的 support， 但是在推廣上面有沒有特別的幫到手？推廣其實呢現在、不過有些我不知道說不說，譬如現在 我都
叫年紀都有，咁我最近加入咗個會叫 BNI 啦。啲人成日問我你做咩加入去啊？我問緊政府嘅推廣啊！政府推廣 ，OK， 又出咗第二樣。嗱，咁我哋喺呢方面咧，我自己又唔見到政府有乜嘢特別支持我哋。咁咧就其實我都智能家居嘛，成日都講緊，你都明白嘅科研成日都啊喺推啊，即係智能社會啊、智能家居啊，又撥幾多撥款啊咁樣。咁你哋係做緊智能嘢，咁梗係想知。其實我覺得就政府就阿張，你哋想辦法多啊，翻翻喺大陸買多啲啦。咁但係我又唔夠膽，又唔夠膽跟住政府嗰一步去搞喎。即係其實可能遲早都要擲搞嘅，不過即係始終都係即係有少少猶豫。喺我呢個階段仲係我因為我太熟大陸嘅嘢，所以就越熟就越猶豫。我明白，我完全明白。拿住個樣衝上去，因為個知識產權嗰個嘅保護嘅情況咧，內地始終可能對於你辛辛苦苦設計出嚟嘅自己嘅 BB， 梗係有相關嘅事情，你梗係希望佢可以屬於自己比較多啲。但無端端都有幾個點解差唔多樣嘅，只係唔同顏色嘅喎，喺度街行都幾驚嘅啫，成件事。咁呢個我諗係政府可能即係多啲 support 多啲商家，如果佢哋有啲好好嘅自己嘅設計嗰、那個產權部分嘅幫手，睇下會唔會有多啲嘅機會 protect 下。咁起碼作為即係。香港一啲咁樣有自己設計嘅一啲嘅朋友啦，佢都會即放心啲向前行。咁你話譬如內地啦，等等出去外邊咧，即係頭先你話日本啊、美國等等，即係亞洲或者係歐洲等等地方，又會唔會幫助到你哋可以即係去到國際咧？其實咧，我有一個國家咧，我係必定會去嘅，就係一個好窮嘅國家——印度。因為印度咧，你真係其實印度同大陸一樣，其實一個版。大陸呢塊板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當然佢入邊仲係貧富懸殊啦，呢、這個冇辦法，因為永遠一個獨一個國家嘅發展一定會發生嘅。咁啊，印度亦都係人口好大，亦都係比較落後，工資低。咁啊喺同埋佢講真，佢電子鎖係好少好少嘅。係當然，因為我同埋嗰邊住酒店好貴喎。我不知點解咁貴，貴過香港同你講，咁啊咁好奇怪，咁佢當然可能政府税收問題啦，咁亦都係保安嘅問題，佢增加啲人手去照顧啲旅客啦，咁佢收貴啲，咁但係嗰邊咧一個我哋既然見到印度呢個咁大嘅市場，咁我哋有一個中國。可以俾我哋去一個版本去睇住嚟做嘅，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可以望下你嘅。當然印度好慘嘅，質價質價質價，仲有喎，你 yes 佢都話 no 嘅喎，啊唔知佢係咁樣噶嘛？呢啲我同 yes 係 body language 啊，呢個係我同印度做生意嘅時候，好好慘啊！做咩事做咩佢 yes 仲係咁 no 咧咁啊？呢個 body language 即係呢個大家呢個笑話，可能有啲人唔知。但都因為講緊嘅就係講你，譬如發現我哋一般人咧咁樣係 yes 噶嘛，咁但係印度人咧，佢哋睇啲戲咪成日都咁樣嘅，即係因為佢哋個 yes 係咁樣嘅，所以 body language 上邊咧係會令到如果你啱啱進入嗰個市場裏邊咧，即係首先你要習慣呢一樣嘢先啦。好擔心啦，係到底做唔做得成？係啦，即係同埋可能如果作為你就咁去印度嘅，咁你嘢食啊等等事情、衞生等等事情都有 concern 啦，好麻煩。你個樣係。因為相關都有個距離啦，可能文化上面咁女士係擔心安全啦，即係好多樣嘢。咁但係即係從商嘅時間裏邊，有好多嘢冇辦法㗎啦。因為嗰個地方就好似以前講個非洲冇鞋著一樣，就係因為就冇，咁你嗰個 market 先至會大。冇錯，咁就你點都要去嘗試去行。咁呢一個都係好啊，都係一個很好好嘅發展喺呢一部分嘅時間裏邊，同埋又食正我哋依家嘅第四代嘅工業化，即係 AI 啊、電子啊、智能家居啊。即係你嗰個嘅比率咧，即係佢哋都冇得壟斷太多，你可能越嚟越多咁樣咧。睇我啦，咁啊，今日好開心咧，即係同阿John分享咧，就知道佢哋做鎖嘅時間裏邊咧個情況會係點樣啦。咁啊，大家如果屋企即係開始諗下，其實我哋都可以好高智能地啦，唔使帶鎖匙嘅，可以自己都有手機咧，擁有自己嘅智能鎖。咁同埋咧，如果你哋諗住即係瞭解一個咁樣關於鎖嘅行業嘅時間裏邊，因為好多朋友可能有機會佢會做一啲嘅 startup 啦。即係嗰啲智能家居相關嘅，即係生意或者創業嘅事業嘅話咧，其實鎖嗰部分裏邊咧，可能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嘅部分嘅。咁啊，咁啊，唔該曬你啦，好，多謝曬，唔該曬，下次見，拜拜，拜拜。